宣布有了第二胎的吴雨霏，这天就出席品牌活动。有了四个月的 Carrie 都很乖地放弃高踭鞋，改着波鞋来保护 BB。 那不知道今次比起第一胎又会不会比较轻松呢？不过我觉得今次是轻松很多的，是啊，我即我第一次都没即都会比较紧张一点，没什么出来见人，但我今次都有时候真的忘记了自己有了，还有我觉得出下来即 都开心，即见下大家见下朋友。那到底这一胎是弟弟还是妹妹啊？知道的了，我讲不讲得的给大家估下啦，大家估下啦，到时就知道，很快知道。